英國可能都有一些法例保護英女王，保你英國皇室，你不可以說英女王是妓女啊、雞啊，說這些都是犯法了，那都有事的了、okay. 因為九七前殖民帝都留下了類似的法例、okay. 即是在香港留下的、所以、你就算在歐洲又不可以說納粹主義了、現在香港變成你不可以嗌，你不可以破壞國家。你不可以嗌香港獨立，係啊，或者同香港獨立相關嘅嘢，啱係啊，或者係講一啲恐怖主義啦。恐怖主義就唔理咩國家都禁止啦。你冇理由而家話我撐拉丹，我撐伊斯蘭國，咁冇可能啦，係咪？係，即係話你喺香港講揦住支伊斯蘭國旗，就得唔得㗎？可能得㗎喎，得唔得㗎？有咗講法唔得啦。OK， 好。但我覺得整個西方都唔容許嘅。OK， 好。係咪先？你如果你話有個伊斯蘭族裔人喺個苗界子裏面宣傳緊咧，呢個伊斯蘭國教義咁樣，即係我哋話我哋咧，其實咧我講啫，其實我哋都可以考慮咧策劃恐怖主義，跟住咧去火車站炸 Q 死啲犯人嘅。自焚啊嘛，唔係自焚啊，焚佢哋啊。焚佢哋唔係自焚。你明唔明先？即係你宣傳恐怖主義，任何國家都不容許啦。係應該係唔容許嘅。O、okay、K。我唔理你，即係唔關宗教事啦，係咪 ？O K。Okay、即係你而家時代革命已經係一個恐怖主義內涵啊嘛。因為時代革命啊講緊嘅就係、是、你革命就係要死人啦、啊。唔係啊，時代革命係梁天琦嘅政綱嘅口號嚟噶嘛。係、okay。就係磚頭黃埔大量希望。咩叫磚頭黃埔大量希望？就係、是、旺角暴亂呢一種暴亂嘅行為會帶來香港希望啊嘛。係咪當時梁天琦係咁樣宣傳？時代革命，磚頭和火帶來希望。哦、，OK。2016年2月28日嘅補選，其實佢真係恐怖分子主義。嗱，基本上呢個係一個恐怖主義內涵嘅statement嚟嘅，一個statement嚟嘅，因為個歷史緣故。一嗌呢個口號，亦都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咗好多恐怖活動。嗯、因為喺街頭私了啊、堵路啊，全部都被歸類為恐怖活動㗎啦。喺呢個講法嚟講，堵路啊嗰啲都係啦。係啊，係啊，你整爛啲交通燈啊！我哋一定啦，我啲已經實質啦，你堵路都計。O、即係你掟啲嘢霸住條路已經當係㗎啦。因為你影響個交通。影響交通啊，而且唔一定要嗌港獨喎，你為到你某個政治目的㗎喎。譬如話我撐尹兆堅咁，跟住走出去堵路，跟住堵路咁。咁我鄭兆堅係一個政治人物啊嘛，代表緊民主黨嘅政治思潮啦。我唔理佢個思潮係乜啦。咁你為咗我撐尹兆堅咁啊出嚟堵路，咁咪恐怖主義咯。啊，就咁簡單咧。係，係嘛？咁所以喂，咁而家英國佬咁樣俾你哋去過去咁樣，即係點？英國佬而家就話呢、這個國安法危害咗香港嘅人權啊嘛，話香港人有人權，有言論自由，去宣講港獨同埋違反基本法第一條啊嘛，咁你有乜理由話你要你去違反基本法第一條？因為基本法第一條就話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就依個係基本法第一條嘅原句啦，以此為整個基本法的基礎，嗯，一國兩制的一國就是這樣，一國兩制的基礎，亦都如果依句 statement 你反對的話呢，你已經違反基本法了，即是說你要消滅香港特別行政區，建立一個叫做香港共和國的東西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會因為你的反對，如果足夠人多，而且再加一些行動，可能就冇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啦，就會出現另一嚿，出現咗另一嚿嘢叫做香港共和國啦。咁樣你有乜理由？你有乜理由你要毀滅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存在？但係你要要求基本法廿七條保障你繼續享有言論自由咧？咁你香港特別行政區都瓦解咗啦。即如果你按你講，你要瓦解佢啊嘛，咁你有乜理由同時間你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又保障咗我言論自由喎？係咪自相矛盾先？係啊，咁所以呢樣嘢都瓦解咗。所以話我喺地圖片我咪講得好清楚，就係、是、喂，你而家你可以嗌天滅中共嘅，你話可以話你講一啲好難堪嘅嘢攻擊習近平都得㗎。係。或者你話叫林鄭下台啊，或者你講啲難聽嘅嘢。呢啲都冇觸犯國安法，你係啦，冇嘅。他們昨天喊天滅中國沒事的，不會舉止旗的，但你一扯港獨旗就有問題嘛，因為基本上的精神上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第一條，
天意中共咧就冇違反基本法第一條啫。係啦。因為個天滅唔滅係天嘅事啊嘛，你係有個許願，你詛咒佢啫嘛。係你許願啫，你許願個天去咁做，但天可能覺得你戇鳩啫嘛，打粗口佢。O K， 係咪先？可能個天覺得要黐線中共幾好咯。係，雖然佢無神論，我覺得佢好啊。係，可以咁噶嘛。但係講翻轉頭啦，即係英國佬咁樣俾你依扎300万 B N O 持有人，你會唔會咁筍咧？即係唔使你投資啊，你有本 B N O 爛個 B N O 你就走到過去。唔係，佢而家計條數就配合脱歐啦。係。即係話脫咗歐，好多東歐人就唔可以去嗰度打工啦。O、okay, K， 就揾扎香港廉價。即係你香港人過到去，你而且好啲咁想洗碗啊、執屎啊嗰啲。係啦，即係話你係我堆後生仔啊嘛。係，係咪即係啱啱96年出世嗰、那個攞把刀插人嗰個，咪啱啱24歲咯？九六定佢未必有 B N O 佢有過期 B N O 嘛。Okay. 拉佢時候有啲過期 B N O 嘛。O K， 拿住個特區護照相機。係。但拿住本國旗，守住個國旗 BLO， 諗住喺英國續完期就以後唔翻嚟香港啦。哦 ，OK。佢個逃亡係咁嘅。嗯。咁即係話咧，英國人咁講咧，睇嚟係會真係會接收依班香港難民。但係其實我相信走嘅人唔會太多嘅。OK。因為嗱，譬如話我係一隻死入黃絲啦，我假設。係。但我係有錢嘅。嗯。我係專業人士嘅。嗯。除非你係黑衣護白個工嘅啫。OK。咁你又黑衣護白個工，你表個態格個樣出嚟，而且有有記錄，你白工咁樣，可能嗰幾千個要急住走啦，可能會嘅，嗰幾千個。咁、okay, 但係如果大規模咧，你覺得普通嘅專業人士，喂，咁我有老婆有仔女，或者我份工仍然鬥緊10坪嘢，一個月咁樣，咁我俾錢人哋搞暴動啫。我捐錢咧，佢哋搞親暴動，我都出嚟捐完錢，跟住捐完做完人牆之後去暴動咁樣。但我都係鳩企啫嘛，粗口啲講，我都係企下企下啫嘛。一啲咁嘅人，而家話我縮曬咯，一有講法我就縮咯，唔報仇咯咁樣，冇追索期啊，我唔做咯。我都唔捐啊，唔敢捐啊，捐咗話恐怖活動啦。資助恐怖活動會撲噶嘛，我唔捐咯咁樣。我洗手不乾啦，係，咁你都冇事啊？咁佢而家個個月鬥10皮嘢喎，係。但我去英國，我份會計師工，如果我揾到啊，我都係揾翻檔揾翻10皮嘢啊，都係會計師工。係。但佢可能收我38% 税。稅率係嗰邊係重税。係嘛？即係好多人未必肯走嘅。O、okay、K。但有啲人就唔走唔得嘅。咁但係嗰啲唔走唔得嘅，咁我諗都唔過100,000啦，係咪啊？即可能有幾萬人，可能真係啊心，真係個身好有屎，好似啲黑衣護咁，咪一定走咯，係咪啊？但係我係有錢嘅人，我唔需要咁急走嘅。係，即係你冇觸犯國安法，7月1日開始你冇觸犯，你就唔使急住走啦。即好似黎智英都冇急住走。即係冇辦法，佢走唔到一件事咯。唔係，即係你生咗啲老婆，你娶咗老婆，生咗仔女嘅。嗯。咁你都唔需要咁執住走啊！喂，咁羅冠聰啊，做咩要咁趕時間？咁佢真係漢奸啊嘛！但係7月1日之後你唔講，咪冇事啦又。喂，咁佢會唔會管有咗啲黑錢咧 ？OK， 仲 keep 住。會嗱，你明唔明啊？而家嗰個條文講咗接受嗰啲外國嘅資助，佢、究竟個意思係咪包唔包括佢管有咧 ？OK， 但係嗰嚿錢仲喺袋喎。OK。即我未使曬都計，我攞咗嚿錢買咗貝沙灣喎，係，好似阿黃之聘文咯，聘文啦，兩層啊。嗱咁你嗰嚿錢，如果係查到不明來歷啦，俾人哋確鑿證據啦，咁佢點啊？嗰嚿錢佢享用緊呢啲黑錢嘅利益喎，即佢享受緊嘅喎，佢冇再收，不過我嗰嚿黑錢喺外國嚟，我享受緊喎，享受緊。有鑊嘅喎，都應該有機會嘅。俾羅冠聰係享受緊嘅喎，佢食咁啊，可能食女就唔可以由我唔係由6月30日跨到個7月1日嘅長食都唔得啦，係咪？咁但係啲黑錢可能仲喺袋嘅喎。咁啊，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唉，何志剛咁耐冇見，一吹同你吹咗成40分鐘嘅嘢，好嘢好嘢。唔係剪，你話剪嘅。係，我會剪翻3集，有一集咧會擺翻何志剛個頻道出嘅。一定嘅。或者啦，即係有機會大家留意啦。總之，多謝曬，拜拜。